瑞芳站长立即召集瑞芳地区运工机电分驻所主任及陆警所所长，召集抢修人员，被迫抢修器材，赶赴事故现场。分驻所主任已经到现场进行抢修了，现在把指挥权转移给站长，报告率。好，辛苦了。好，我刚刚说，手机加机长。执行秘书立即召集运工机电各指挥进驻前进指挥所。宜兰区紧急应变小组接获通报，各单位指挥已陆续抵达事故现场，了解事故状况及抢救进度。在瑞芳站长向区召集人宜兰区段长吴宏南报告事故概况、抢修进度及旅客照料后，并将指挥权移转。